是吧？等会我们有个就是舞台演出，我们可以在你这儿练会歌吗？怎么，老妹儿，那你练练吧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哎遗忘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，老妹儿，你这学啥了？学动物呢？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来姨妈了？来姨妈，我借用汤岩寺生产部的卫生巾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喜羊羊送给我的。汤岩寺生产部的卫生巾一洗到底，干干爽爽的，吸收量大，还不脆漏，反复还可以包装，可以拆开再利用，绵羊最喜欢了。太好了，我要拿回去给我红太狼悠悠媳妇儿。